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是说哈，现在呢有三粒哈，这个完全相同的公正骰子，那我现在呢一直恰好呢有两粒呢相同，就有两粒相同了，另外一粒呢跟他们不同，那这种几率哈，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说。有两粒相同的那种事件哦，我们叫 A 啊。那现在要求什么呢？求 A 事件哦，它的这个几率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，所有的状况数。我所有的状况就是说，就是能够出现的状况，通通把它加起来。那所有的状况多少呢？第一个骰子它可能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嘛，有六种情况。第二个骰子也有1到6六种情况，第三个骰子也有1到6六种情况，所以所有的状况数是6的3次方。好，那 A 事件呢？ A 事件就是两粒那个数目相同，另外一粒呢跟它不同，它这个呢状况数有多少种？我就是说两粒相同，两粒相同的话就是说三粒里面哈，我取两粒出来，三粒里面我取两粒出来，取完以后的话哈，这两粒共同的数目有几种呢？有六种，可能同时是一，同时二，同时是三，四五六，有六种情况的。好，那这两粒骰子呢，共同的数目哈，固定了以后，那它不能跟它一样，比如说它固定是二的话，它就只能是什么呢？一三。四五六有五种情况了，因为全部六种情况嘛，它用掉一种情况，它剩下呢五种情况呢可以用，因为它要跟它不一样，所以乘以五了。那所以呢 A 事件的状况数是这么多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 A 事件它的几率哈，就是这个等于 A 事件的状况数除以所有的情况。所有的情况数，好，那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是 C3 取2，这是2，就 C3 取2是3，乘以6乘以5，除以多少呢？6的3次方，这约分的话就变成平方，所以是36，3取2是3嘛，3乘以5，3 × 3 × 3 × 3 × 6，所以这几率是12分之5，所以答案是12分之5。